但是吧，我觉得北冥这边呢，我给八分。啊？为什么？北冥毕竟有小海涛支撑，小海涛支撑，小海涛支撑。这个鼓励分还是有。我觉得海涛的确是个很谦虚的人啊。其实他给北冥打分也是在给自己打分，留有余地这点很重要。那我其实可以打九分。